这真的是你们想看的吗？还是你们想看这个？三、二、一。服务猎人，没错，
收据。对。哦。
们可以回去研究一下这有什么可以买。对啊，之后包包哎，明年可以来买。明年，明年电玩展见。FB 二那些，我们刚看到有些人扛着两代 PS4 Pro 还有 VR， 对啊，好心酸。那现在我们在一零一，对，还有啊，还有什么？最后送一支笔，什么门市？地下街啊，不是什么？那这笔是什么笔？哦，哎哎，是 PS4 哎。普雷伊杀手。普雷伊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嗯。普雷伊。普雷伊应该是代理公司吧？对啊。好啊，今天的战利品就大概是这样。今天就这样，耶、yeah ！那我们今天电玩展2018就这样了。那我们2019会不会来？不一定。再说。对。有没有票？敬请期待。那今天谢谢拉杰维尔，让我有票可以来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。